今天又来这边占地为王，我又把桌子用得乱七八糟了。不过这边工作效率很高，今天本来我把桌子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这边光线还不错哎，这种黄黄白白的光，看电脑眼睛不吃力耶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充电的地方，然后点一杯水果茶，就一杯水果茶可以坐半天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我还蛮喜欢来这边。然后旁边有杂志跟报纸，然后就是 CP 值还蛮高的，500块以内就可以解决我一整个下午要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本来呢，今天是要去楼上做 SPA， 那可能因为我太临时才知道我今天有空，来不及预约，所以就是只能来这边先把我积欠的东西，交出去。大概还有大概4-5个 case 要整理，所以全职妈妈也是很忙的。我大概现在是3:30，我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把4个 case 处理好，继续加油。今天呢是我自己带小孩，就有点是，应该怎么说呢？今天是我育婴留停的第4天，然后呢刚好有神队友来看一下宝宝，就让我有4个小时、5个小时、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处理我。我觉得这几天下来，我跟波波相处的都很顺利。跟我预想中的在家带小孩的生活，我觉得落差并不大，整体而言都是开心的。昨天的话呢，我们一起去做瑜伽，那因为我迟到就没有拍。Bobo 在瑜伽教室非常乖，他都没有闹，老师说他稳定度很高。那我自己是有运动到，今天整个人酸痛，所以我才想说要来找地方按摩一下。是因为来不及预约，就只好在这边先把事情处理完。然后呢 ，Bobo 下个礼拜有很多体验的课程，如果我有空的话，就可以分享给别人分享给爸爸妈妈们。在新竹生活，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还蛮无聊，没地方去。但是如果有规划好的话，我觉得在家带小孩也并不无聊。会不会是因为我在路边容易搭讪妈妈，所以呢，我已经交到一些朋友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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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把我的 case 处理完了，再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嗨，我今天要进去做 SPA 了。Key SPA 是 Shiseido 的那个店，新竹的分店的话是在喜来登饭店的5楼，吸管的5楼哦。我每次都跑错边，是吸管。Key SPA， 我来啦，嘿嘿。厕所也很干净，就是喜来登 style。每次来都会有这个小毛巾跟茶，等一等他会介绍课程的内容。我觉得他的毛巾跟茶好可爱哦，拍一下。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按到胸部、腹部没有按到哦，加强在整个后背，因为他胸腹没有按到，就加强。哎，这是你按到。Key SPA 的话都是用除脂的，我每次都会生日的时候来除脂，上次有带妈妈来，一次除脂了30000多块，可以用2年，然后再送一个。加入 LINE 生活圈，月月抽好礼。你之前有扫过吗？有啊，可是他不是每次都会有抽奖，我觉得我好像都没中过。那你今天有扫吗？几点？哦。Yeah. 好，谢谢。Hey. 我好像每次都是来这间哎。还有2个洗脸台，一个澡盆，衣服。通常做身体的疗程，他都说先简单的冲个澡，然后换他们的 SPA 服装跟纸裤。纸裤在哪？叮叮，我上次还忘记穿光屁股。然后这里附这个梳子跟小毛巾，然后换下来的衣物就可以装到这里面。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它的香氛系列，香氛，他等一下就会给我选香氛。那我先来去洗澡喽。好，我
啦，我现在已经换装完成了，准备要来开心一下喽。咦，我现在换装完成了，我要来按服务铃。先来喝个茶。每日香氛，呼吸排出身体废气。木香调、花香调、新香调、果香调。可以哦。选的是舒缓香氛凝露一，跟清新香氛凝露一。对，哦，好的。嗨，我现在就是已经按摩完，整个人四个字。通体舒畅，然后再喝一杯热茶。等一下就要来去洗，然后等一下去洗个澡。啊，好困哦！我刚刚大概按到中间就睡着了吧，所以中间发生什么事我都有点不太清楚。不过呢，就是还蛮舒服的。那因为这边很多芳疗师，我是纯粹分享自己喜欢来的。按摩做 SPA 的地方，可是就不确定是不是每个芳疗师的手法都是符合大家的喜好，所以单纯分享哦。因为刚刚有按头，所以我头现在看起来也很像狮子王。好啦，我喝完我的茶了，狮子王要来去洗澡洗头咯，拜拜。那他的那个洗脸卸妆，他都会准备在这，都是他们的 KISPA 的一些产品。像这个是保湿柔肤乳，上面都有写是专业用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这一组可能是卸妆吧，看一下。精致美白精华，不是卸妆，美白精华。这是什么？化妆水。OK， 有有有。这个是擦身体的乳液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润肤霜，也是擦身体的，可能更干燥的人用的吧。好，然后一支小吹风机，可能我的头发要吹比较久。然后两个洗手台，刚刚跟你说浴缸。然后我必须跟你们介绍他们的新产品，这两罐。先跟你们讲这个好了，这就是一般的沐浴乳。洗面乳等等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然后他说他们有新产品是这个，是洗发露跟护发乳，嘿嘿。当然，平常去外面做头发的时候，常常他们都会说是用 Shiseido 的产品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产品都还不错，棒棒的。我要来洗澡了，我先来卸眼妆。然后我要来洗脸啦！十月份优惠活动，所以每次做完 SPA 都还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产品优惠。有这个哎，地表最强防晒安耐晒，还蛮想买这个的。去黑。嗨，我做完 SPA 了，卸妆，痘痘跑出来了。今天点心是这个巧克力蛋糕，每次都不一样，之前很常常都是。饼干，就在外面，已经天黑啦，差不多要回家咯，小波在等我，我赶快吃一吃点心回家咯，拜拜。